分。一次弄。哦，属实学会这句话了。我害怕，我去一楼了。只有你最快。我也没拿到枪。没了。我有枪，我现在枪都可怕。好像没了。貌似没了。我看跳两个。我看两个。我连张报纸都没有了吧？我应该跳了，打枪头。操，真他妈凶啊！路上二楼，落我，走吧，咱去怼红楼的端了。有有有有，黑衣服吗？哎，一楼公交岗亭，翻出去一个，往里面一个。二楼，他打了枪。我对面屋有一个。窗口有一个。又掉了，兄弟。我过了。不不不！我操，这还有人啊！往左边贴一点。我上房顶。OK。两个人，对面两个人，我看。那是建议芯片吧，哥，我不聊你了。没事，反正身上没啥。屋里两张，屋里两张，扶起来了。这边好像还有个人，我一号。我操！没了。隔壁楼，隔壁楼，隔壁楼。OK， 来了。加道具。我是被，我应该是被隔壁楼给打的。跳二楼。我们。啊！直接找个，哇，好多车！哎，你关了？哦，还好。对呀。我把你拉起来了吗？这连胜模式啊！马上就上了。过去。这时还不炸吗？走吧。我要炸，我肯定停在那个坡打我们了。哎 ，OK， 车炸了。没有人在那个呀。像这里没有人，我们就说上没上吧。这教堂这个全全一点。没看到另外一只吗？这直属嘛啊、哦！我没想要，老铁有想要了。对吧？是我一直带着。去了防区。过去。左边厕所一个，我靠，他们还有，他们今天真牛逼啊！里面还有一个，还带着橡皮艇，这么专业的吗？也还在舔包吗？没有。哎，哥，不打了行不行？不打了，模式，这种模式是不是开中麦听不见啊？还是什么意思啊？听得见，他就是不想理你啊。就不想理我吗？是的呀。狗不理。我应该先说话了。